吃面啊，今天自己煮了一碗面，他们太忙了，没时间煮饭。还有我这两天视频都没怎么拍。哎呀，我就随便炒了个豆干，好香啊。今天好饿。炒个豆干，太香了，拜拜。今天是南昌拜佛。香菜，花生米给你。好了。妈妈，等吃完了，我看着你吃。
萝卜丁。我整过呀。我看你吃的。给我妈妈点点赞，点点关注。你还不好意思了？家人们，过年囤年货了啊！这个夏威夷过来的哈，一共给你们发的是两瓶装，我这个今天这个是吃了一些的。它吃起来就是奶香奶香的，这个已经光是一斤哈，发的是两斤。每一盒送一个开口器，粒粒饱满。酥脆酥脆，好吃。还有喜欢的羊妹，把链接挂在视频下方看看。